天韵语体媒培训学校总部位于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。学校自2008年成立以来，选择适合华人与有成长空间的行业，包括报关物流、电子商务、会计、教育与医疗行业，提供多种为华人量身定做的短期专业培训，以传统教室与网络教学方式，帮全美华人移民大学生与留学生快速入行，职业提升与成功创业，快速实现美国梦。热门培训项目包括美国海关报关师执照考试培训、外国护士转美国注册护士认证与考试辅导、国税局税务师执照考试培训、 Amazon 电商千万卖家孵化训练营、纽约州公校助教考试认证与就业。我是腾龙培训的负责人，上市总和。在差不多25年前的时候来美国的时候，在我的求学与职业发展的道路上，其实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。那时候我想，如果有人给我做一个职业规划，那更好。我现在想一想，如果当时有可能培训这样的机构，我想在我的职业发展的道路上至少可以省掉3年的时间。生命太短，时间着急，我是非常想每一位在美国的华人，你即将来美国的华人都知道可能培训有这样一家机构在，愿意帮助他们成长，愿意帮助他们实现踏上实现美梦的奇迹。我们在纽约，但我们不仅帮助纽约的华人，我们也帮助在美国其他地方的华人，洛杉矶、Houston、Seattle、Chicago， 还有在中西部的一些小镇。我觉得那边的华人是最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只要肯为培训在，我相信在美国的华人，专业水平会更高，工作会更好，生活会更美好。